夫妻最舒服的五种床上姿势能够看出你们俩的感情好不好，你相信吗？先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我来告诉你，看看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呢？第一种是汤勺式，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汤勺式啊，可以去度娘上找一下，大概也就15%的夫妻啊会这样，说明男人的保护欲是很强的，就连睡觉的时候呀，都想把你保护在自己的怀里。第二种叫做面面相对式，这种夫妻呢可能爱得很深，过于依赖对方了，一旦分开了就没法睡。第三种就是依偎式了，这种睡觉的姿势是夫妻感情非常的好。第四种就是青蛙式，只有60%的情侣呢才会这样睡。第五种是婴儿式，这种睡觉姿势呢意味着信任度极高，本来夫妻嘛都是同甘共苦的，有了困难两个人共同去解决问题，那么平时你们是怎么样的睡姿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聊一聊。